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提成早就是这么健康。欢迎大家准点修关于采访帅风电机关面破这个体包通嘎，我是阿兹，有电台嘎见面了。过段时间因为特殊情况啊，上半个人呢开工你是网友队了啊，都虚个人呢开好个人是哑网友队了，所以接下来我要挖重点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照顾你尽量，不要怪我啰里吧嗦，好像是年轻打击严重的几年还不够穷尽，只有住到了国际点，那相信大家都上心。早出门勤洗手，最近不要到处乱走，山外个青山，楼外个楼，问李宽哪里可以旅游。这里特别要提醒，得读书个小朋友，不挑食，多运动，记得不能坐太久。时光一去不回头，恰似那个春水向东流。先复习那个再预习，我们向学霸雷看齐。有空多看课外书，合理利用好假期，身体健康笑嘻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礼包当中有哪一些精彩观点。关白喜剧的百年，本土小品的上千，家装豪宅款七进，健健康康加上瘾。虽然疫情还在发生当中，我相信只要大家保持乐观的心情，生活当中照样可以充满欢笑。那个，我们关白的相声演员们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节目，想大家一起来开心呀！红灯笼又大又圆，喜照大中华，大红喜报大京呼的我贴满千万家，我大大方方走上台给大家拜年了，祝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大哥大姐大吉大利大福大鬼大人小孩乐呀们乐开花，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这么一段祝福词儿，您要喜欢，掌声鼓励。说的南边是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这提着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那腰里别着个喇叭的哑巴的喇叭，腰里别喇叭的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着塔嘛的喇嘛的塔嘛，提塔嘛的喇嘛就急了，追塔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摘喇叭打了提着塔嘛的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着塔嘛的喇嘛打了别着喇叭的哑巴一塔嘛，那个还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他哑巴站这儿滴滴答答吹喇叭。闲来没事数城西，树木狼林数的稀，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那个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长了七个枝，七个枝结了七样果，结的是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过年好，新年好，新年到了，祝福大家呀，在新的一年能够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鼠年在家数钱数到手抽筋，您看看，可千万别像我身边这一位，面黑心更饿，怎么说着说着还骂起人来了呀？什么叫骂起人了？您要说祝福词，好好给大伙说说，好好说。那您来一段啊？我来，我当然能来了。来一段，您听好了，我祝大伙在新的一年里财源好似长江水，生意如同锦上花，大财小财进进进，一顺百顺发发发。祝您发财，发大财，发大财，发下财，发横财，发东西南北顺风财。反正看咱们地保当家的多发财，不看地保当家的什么都没有哟。那合着全国人民都得发财呀？
全国人都看呢。那是啊，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哎，来自江西的相声演员，我叫李嘴。哎，是他。我身边这一位，介绍我，我的搭档彭兴业。哎，你看大伙儿这个时候正在家里呀，合家团聚，坐在电视前，打开电视看着我们的地保当家。是，这个时候咱们俩出来呀，给大伙儿说段相声，乐呵乐呵，是欢聚一堂啊，这叫过年。哎，说起这个过年呢，你看全国有这么多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风俗和民俗，这是不同的习俗，都不一样啊。有一点是一样的，什么呀？春运。哎，春，这春运是风俗吗？春运放以前不是风俗啊，现在是了啊，到现在是啊，现在是风俗、哦、为什么是风俗啊？为什么呀？你看您理解不透，我一个外地人哦，外地我特别能理解呀。每到过年的时候要回家了，买不着火车票啊，这确实比较难，抢不到票啊。前些年更惨的啊，得跑到火车站排队呀。哦，对，排长龙，排一宿的队都买不着票。这确实。现在好了一点啊，拿出手机，拿出电脑就可以抢票了。哦，在网上抢票还是抢不着。您干脆呀，买一张飞机票回去得了。您说什么呀？买张飞机票啊。咱是干什么的？说相声的。说相声买得起飞机票吗？哎，说好吧，确实买不起，那不结了吗？哎，只有抢票啊。啊、哦、怎么抢的？怎么抢的？我也想招。哦，这还有招呢、哎、一个手机抢不着，一个电脑抢不着，我多弄几个。哦，买三台电脑。三台电脑没日没夜的抢，哇，那抢的速度撒，我就不信我抢不着你。不我就不信了。这你买三台电脑啊？一台电脑多少钱啊？一万五啊。哎，我告诉你，我电脑网速快呀，搜索打游戏一点都不卡，擦。不，您这缺心眼儿吧？你这是怎么了？好吧，您这都四万五了，不干脆买张机票得了。你管得着吗你？你管我想啊，我不就归心似箭，我想回家见我爸妈一面吗？确实也想回家啊！我一年到头了在南昌见不着我爸妈的面，我回一次家，我看看我爸妈不行吗？这确实是，但是不过呀、啊，现在这科技也发达，网络也发达，您要是想爸妈了呀，拿出您的手机给他们视频通话不就完了吗？跟我爸妈视频通话？哎，您带手机了吗？怎么了？带了。来，给我打个视频。我给你打视频干嘛呀？你不是想看你爸吗？哎，我想看。有你什么事儿啊？有你，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啊，你一个南昌人，每天回家能看到自己爸妈。哦，我一年到头就盼着过年回家呀。这确实。打个视频电话。再说了，我爸那个岁数哪会视频电话呀？哦，也不会使。我就想看看我爸，我怎么了我？我容易吗？我行，来，您就想看看你爸啊？来，往这儿看，看见什么了？我孙子。哎，你孙，我降一辈了，我还。废话，有你这样占便宜的吗？我这不是配合您吗？配合你说相声，我告诉你脑子不够。哦，我脑子反应不行。相声演员讲究什么呀？什么呀？有句老话叫什么呀？啊，相声演员的肚子叫杂货铺啊，什么都会呀。哎，这肚子我们得学习呀。这确实得学，得有文化性啊。哦，什么四书啊、五经啊、大学呀、啊、中庸啊、论语啊、三字经啊，这些都得会呀。您还看个四书五经？开玩笑，什么不得看呢？嚯，都在肚子里装着呢，都在这肚子里，都在肚子里呢。真的吗？我来啊，摸摸，这还能摸出来呀？摸着了吗？啊，这什么呀？这什么呀？这是五经啊，摸摸五经，摸摸五经。哦，这是，这什么呀？摸，这是四书。哦，摸摸四书，摸摸四书、哎、啊，摸摸你四书，摸摸你四书，摸摸你四书。来，往这儿摸，来这儿，摸摸你二大爷。你二大爷。有您这样的吗？我怎么占便宜占这儿来了？那你占我便宜的时候呢？告诉你，不是说我占你便宜，说相声脑子反应得快、啊，这确实得快，脑子跟不上。我脑子跟不上啊？怎么呢？考你一个题吧。啊，现在是过年啊，对吧？大过年的就有一项需要我们文学性高的题目啊，这文学素质要求比较高。哎，比如过年吧，啊，每家每户啊，在门框上得贴个什么呀？对联嘛，对喽，哎，贴对联啊，贴对联的规矩你知道吗？贴对联能有什么规矩啊？贴对联规矩可大了。哦，这什么大呢？我告诉你，贴对联讲究的是天对地，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哎，您别说，讲究还挺多。那是必须的呀。哦，这是咱们写作文的时候那个规矩。嗯，这是规矩，对上工整得，一定要工整。哦，你没这个规矩，你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你就说不了相声，没有相声你就对不了会。不，行这样啊，咱们要不今天啊。当着这么多观众朋友的面儿，嗯，咱们呀，给大伙对上一对，对上一对，啊，你还会对对联？哎，给大伙对一对，快来呀，来是不是？那行，那我就先出这上联。上联，上联，我这上联先给您来一个，有个上，上啊，哎，你出上，哎，那我给你对个下，你对啊，就像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确实很讲究啊，这是规矩，你没有这个规矩你就对不了啊，不，这刚刚对了这个上哈，我再出一个，我出一个天，天对地，哎，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这就不这我知道了。你看咱们这上联这个天出完了，我再出一个，哎，出个盐，盐，哎，那我对个醋，哎，你这个对个醋像话吗？如盐像醋啊，你出盐，我出醋，你是咸的，我出个酸的，我不能出辣的呀，我出辣的就不像话了，出甜的也太俗了，对对对，我只能对酸的，不酸的我就不，对，谢谢。您调味品都来了，您这，那我再出，我这上天上天，哎，我对个好，好，哎，那我出个歹，出个歹，你以为我出个坏是吧？哎，没那么低俗，哦，太简单了，哦，有个成语不是形容你的吗？什么成语啊？不知好歹，哎，不知好歹，像话吗？出个歹，哦，人家好对歹，这叫多工整啊，这叫规矩，这叫文化，哦，这是规矩，就是我的文学性展示出来了。好，这是，咱们再来最后一个啊，再出一个，咱们最后咱对一个，我出一个。是，是，哎，那我出个炮，你出个炮像话吗？我就出炮，哦，你要跳个马，我就出个车，哎，这一盘棋就可以打了。好，您玩这下象棋来了呢，哎，这叫规矩呀，哦，这是规矩，对对对。那我这几个字加起来可是我的上联了，我加起来也是一副下联啊，这你也是下联啊，我这上联是。上天言好事，我跟你对回宫降吉祥。哎，回宫降，这是灶王爷的啊！您看两边，上天言好事，下面就是回宫。等，这是怎么的？这您刚刚也不是这么对的呀？什么刚刚不是？哎，谁？三岁小孩都知道啊！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都是这么对的。不，这您刚刚可不是这么对的。我刚刚怎么对的？我刚刚对个上，我对的下呀，我对个天，我对的地呀，我对个盐，我对的醋啊，我对个好，我对的歹呀，我对个是，我对的炮啊。我这上联是上天言好事，我对的是下地醋歹炮，这是对对联呢？我瞎胡说呢？去你的吧！老刘领对春联，这都是我们过年庆祝嘛个传统段子，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份欢笑。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众志成城，要团结。两度来了压轴天，四个字，统统消灭。好，最想听的广告，广告只要看到现在的人，马上回。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齐成灶，就是这么健康。广告只要欢迎回到一次光帅风电机，冠名播这个体育包装盖。大家好，我是阿志。因为假期一严重哎，好多人呢放假做多了。哎呀，关键是都过糊涂了，那么就礼拜几，这根本就不晓得。大家别忘记，今天是礼拜三，有些小周末。虽然上班族延长了假期，还没开始上班，但是有些人应该礼拜一就开始上班了。小周末我们还需要过出点子仪式感，所以接下来阿志给大家上一张硬菜。美味鱼头王需要的原材料有：大蒜子、剁椒、红辣椒、千张、洋葱、大葱。萝卜干、葱花、新鲜熊鱼头。一看到原材里面有这个剁椒，还有萝卜干，我是心里就在想了，难道这要做成湖南口味的吗？这个是江西口味。江西口味。对对。还有自己做法的。对，这个以前我们在外地打工的时候，就是做这道菜叫鄱阳湖鱼头王。然后呢，现在呢，根据现在人就比较喜欢吃辣，以前没那么辣，现在我们加点剁椒。啊，加点底料，这个操作比较方便，啊，特别适合家里用。但他的做法，因为还不是跟那个撅撅
又不太一样，不一样，还是我们自己江西的一个做法。对，江西的一个做法，一个口味，然后特别简单操作，像现在很多酒店都在这样做，很简单。但是我们在家里是很容易就能学会的。对，非常简单。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些料炒好，炒好以后把那个鱼头码放好，以后把这个酱汁浇上去，再加点啤酒，加点一滴的豉油，然后盖直接上气8分钟就好了。所以它就不用煎了？不用，什么都不用。太好了，这应该对很多怕这个煎鱼的人来说是一个福音哈。我们现在就开始操作吧。起锅下油，蒜子、红辣椒、剁辣椒下锅炒香。现在把这些料把它放在油里，把它炒香。那炒出香味来以后呢，那把那个萝卜干可以放进去。啊，这种东西一定是要油要多，油多的话它炒出来才会润。如果你油太少，炒太干了，这个做这种菜的话就不太适合了。味道就不好。啊，对，那个就太干涩了，没有感觉。那你是不是经过自己实验以后发现，就是要放剁椒，要放这种红的海花椒？这就为什么要这么多椒在一起炒出来这个味道？它剁椒它有一股檀香味嘛，它腌制那种味道。那鲜的这个辣椒的话，它有一个鲜甜的味，还有它的一个辣度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调整。那然后加萝卜干呢，萝卜干这个东西呢，它是比较爽口，像我们南昌人的拌粉是少不了萝卜干的，对吧？所以这个都是比较接地气的。然后它这个整个做出来的这个感觉呢，就是会比较适合我们江西人吃啊。我还想问，比较接地气啊。那这个萝卜干它是选的是带点甜口的吗？啊，对，带点甜口，要那种稍微干一点的，因为市场上有两种嘛，有一种很湿的，有那种黄黄的颜色，那种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好。那这种呢，第一没有色素，第二它比较干，比较干身，比较干身出来这个效果呀就比较脆。如果那种水水的话就不是很脆。这种更好吃哈。对对对。萧山萝卜干可以的啊。对，这就是萧山萝卜干。随后我们往锅里下入蚝油炒匀，调味下入一点糖，稍稍多一些，中和下剁椒的咸味儿。之后下入鸡精炒匀，锅内红油炒出后即可关火备用。准备好一个砂锅，洋葱、大葱、千张垫底，鱼头码放在上面，炒好的料均匀地平铺在鱼头上。啊，因为这个所有的鱼类哈，就是它本身会自带一些腥味，那猪油是最好的一个去腥增香的一个工具。香味不一样。它是会让这个鱼更嫩，然后肉质更滑，然后口感更好，有腥味会去掉。对。所以这一定要加猪油。因为这个鱼哈，就是它光是这个还是不行。它如果是说我们吃炖汤，这样是猪油就够了，因为它我们是吃咸鲜口的，一定要这种去腥的这个蒸鱼豉油淋上去。对，那蒸鱼的话它最后放，那你这个做在对对对，这好，这个现在就得放。对对对，让它有这个香味。那然后这个放了这么多东西，它没有水分，对吧？那我们要加点啤酒让它有点水分。加啤酒？对，不加水。对，不加水。往锅内倒上一瓶半啤酒，盖上锅盖，开火炖煮。现在我们的鱼头王呢已经进锅了，但现在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就是保的时间大概保多久？从这个小洞出来的气以后开始算时间，8到10分钟。上气以后8到10分钟。对，然后用一根筷子擦一下，看里面什么时候。上气之后10分钟，美味鱼头王就保好了。用筷子检查一下鱼肉是否熟透，撒上葱花，这道汤汁鲜美、鱼肉嫩滑的美味鱼头王就可以和家人一起分享了。
头王这样就做好了，光闻这个香味哈，就知道这个鱼特别的好吃，然后很符合我们江西人的口味。那制作它的时候到底有哪些关键点需要注意？第一是鱼头一定要新鲜啊，不要说昨天的或者冰冻的，然后这个肯定不好吃的，味道就不好，一定是当天杀的是最好的。好，第二的话，你炒酱的时候就是掌握好咸甜度，不要过咸或者过甜，然后猪油豉油要适当的加好，火候掌握好就可以了。其实这道菜我觉得生猪油还挺重要的。对对对，它增香嘛，增香去腥啊，让它肉质更加的嫩滑。对，而且这个味道会醇厚一些。对，就像上次做那个桂鱼炒我们的米粉，加了点猪油，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非常浓郁，非常浓郁，真的很好吃。所以我们今天这道美味鱼头王呢，在家里我觉得其实只要你是就是会一点厨艺的啊，不要说你太多会，只要能记清楚这个步骤，这套菜不难完成。对对对，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比如说我想再辣一点，或者说清淡一点，可以去微调。对，但这个方法是百搭的。百搭的。对，换汤不换药。非常感谢我们的李强，那今天他教大家的美味鱼头王，大家都学会了吗？虽然要牺牲硬菜，但是家己的不油不腻，希望搿道菜给大家带来好的味觉。好，休息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听。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继承造就是这么健康。广告之后，现在继续国立体育再讲帅风电视冠名播出的体保动态，抬杠下子。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屋里歇啊，是不是经常有广告人？困着了在床上，想了眼呢还在床上，跟屋里个人呢也没有些的交流，就这样的。妈妈在外头接，咱呀吃饭喽。哎呀，又吃饭了。好兄弟，他是加把戏。碰到了广告人呢，我们最好就是不交钱。我们看电视嘛，看体保当家美味家常菜，好为了弄些老家干，不交钱就我的事干没事的。也就是俺呐，一起加温。海鲜菇、烩秋葵需要的原材料有：红辣椒丁、大葱段、肉末、大蒜子、海鲜菇、秋葵。第一步这要怎么处理一下呢？我们焯水，先焯水。焯水。热锅烧水。下入食盐可以更好的让秋葵保有鲜绿色，秋葵下锅焯烫。与此同时，我们把大葱垫底，铺上海鲜菇，水滚后秋葵出锅，沥水装盘。好，我们秋葵摆好了之后，我们到该做什么给你用？还有下面的要晾，要盖上去。起油锅，肉末下锅翻炒。翻炒至肉末变色，下入大蒜子爆香，随后是红辣椒丁，喜欢吃辣的还可以放小米椒，充分煸香。充分煸香后，下入一点生抽，炒匀。再来一点高汤提鲜。再来是蚝油下锅，炒匀。调味下入盐、白糖、鸡精、老抽上色，炒匀。往摆好盘的秋葵中央舀上两勺油蒜蓉，把煸炒好的味汁淋在秋葵上，上火加热5分钟，这道鲜香味美又爽口的海鲜菇烩秋葵就做好了。咱们的这个海鲜菇烩秋葵就做好了，这道菜真的是我感觉非常的，就是说也是很开胃的，但是又比较养生。如果在家里大家就是不会吃辣椒的人，那一步就放红辣椒，就不要放小米椒。对。这道菜你觉得关键点在哪？这个关键点就在于那个水呀，你浇汁的时候汁不能多，因为海鲜菇和秋葵都会出水的。这样的。如果拿多了水哈，那就不容易入味。味道吃不到那个海鲜菇跟秋葵里面去了。对。好，那其实这道菜呢，如果说我们在家里没有这个就是卡式炉的话呢，直接就是在锅里烧的。你在锅里烧，在那个煤气灶上烧也可以，那个砂锅一样的。好，那咱们今天非常感谢光明哈，他今天教大家的海鲜菇烩秋葵，开开度，好给的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话再见了。国立新每年5点半准点奉献个体保动感，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气冲造就是这么健康。本体保动感，休息我们开心。明年下午还是老实干，锁定光明学友的开心快乐本体保。明年再见，拜拜。我们丽丽组合呀，成立1年以来，12月份成立的，到现在有一年吗？去年12月，现在不过年了吗？
这也算一年呐？对，行行行，您说了算。我们丽丽组合成立一年以来，我们演出的邀约是一场都没有。把薛东西啊，对，一场都没有。